上帝的话，做你信仰甲进入唯一的根据，阿无咧？我有。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，是教会中独独伊做主。今日教会中特定号的职务，由我和伊来设法，你搁要安尼行阿无？我袂。你有要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四道圣经、弥赛亚圣经，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别阿无？我袂。你愿意真侪加阮同会的牧师，确信这是上帝的旨意，要忠心尽职传福音，一世人归荣光上帝，利益伊的圣会。你就会安尼行啊，阿无？我袂。长老教会是起坐伫上帝的话，即使你以后所信、所传、所行，若无遵照教会的法规，你肯含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以及规则的裁决，阿无？我肯。大家是同会的誓约，请后文教会正信徒来应答。我代表同会爱唤起同会的正信徒知，这个时阵，这个时阵就是信徒忠心奉献立志誓约的时刻。只是请做会来誓约。恁有相信在告别耶稣基督做救主、做教会的头阿无？有。恁已经聘请蔡明芬传道师，要正做恁的牧师。恁有诚实、欢喜，接纳伊、敬重伊、疼爱伊、体贴伊、替伊祈祷，甲伊同工来兴起上帝的国，煞终结伊的需要，通予伊立入教会。恁搁要安尼行阿无？会。用上帝的道理教示恁、训练恁、警戒恁、培养恁。才有法度来料理教会，恁着谦卑来承受顺叹，恁搁要安尼行啊无？关系保持教会的特殊，双方若失策，应该通知小会来说法，毋通四处抱怨，制造风台教会的败局，恁搁要安尼遵守啊无？